皇上有旨，传雀儿进宫。这，德令公公，都这个时辰了，皇上还传雀儿进宫干什么呀？不知道，估摸着唱曲儿吧。广大人，这不该问的就别问。见过德令公公。嗯，行了，走吧。老爷，是不是要出什么事儿啊？我能出什么事儿？你就放一百个心吧。你说的这一切。可都有实据。皇上只需下令查抄广府和广兴开的钱庄、烟馆还有粮店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广兴是跟随朕多年的老臣，朕一直把他视为心腹，向来待他不薄。可他为何要辜负于朕？这是为什么？现在看来，这一个贪字，才是人世间最大的不治之症，一旦染上，必然丧心病狂，欲罢不能，不仅害人害己，更是祸国殃民。德林，奴才在。即刻着绵宁率护军查抄广府及其所有钱庄、烟馆、粮店，抓捕广兴、周廷栋。这。为什么要抓我？我要见广中堂。周大人，这一次是皇上下的令，大势已去，谁都救不了你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就招了吧。我呢，不想为难你，希望你也不要为难我，好吗？来人。老爷，可不好了，护军把咱们府都围上了。老爷，你快出来看看吧。老爷，大胆，王爷在此还不下跪？奴才拜见王爷。本王奉旨前来查抄广府，广大人，请你这就跟本王走吧。奴才要见皇上。你很快就会见到皇上的，带走。走。
广庆，你做的那些事儿，你就自己招认了吧。你跟随朕这么多年，朕不想为难你。你自己招认出来，朕好对你从轻发落。皇上，皇上，臣没有罪呀，皇上，请皇上不要受戴君元的蛊惑，他想把朕去了，所以设计要陷害于我。广兴，你现在认罪还不算晚。皇上，臣没有罪呀，皇上。跟随皇上多年，为皇上立下汗马功劳。皇上，您都忘了吗？皇上，臣对皇上是一片忠心的。朕再问你一句，愿不愿意认罪？臣没有罪。那朕就救不了你了，老鸨。臣在。这个案子交给你了，核实人证物证，按大清律例，从严治罪。这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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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救我呀！皇上，皇上。京城查实，广兴贪污的银两超过了10000万两。向他行贿的各级官吏遍及全国，他为争夺财产美色，致人死命20多人。他为谋取暴利，甚至非法的经营鸦片，这些罪行，实在是触目惊心。京城与刑部官员合议，按大清律例，广兴应处斩立决。广兴啊，广兴，看来朕真的是救不了你了。广大人，皇上把斩立决改为赐死，已经是开恩了。老大人，看在你我多年交情的份上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见见皇上啊！我说广大人，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？无论是办哪出戏，都有下台的时候。你长袖善舞这么多年，如今也该下台。这样，对谁都好。啊，乐宝啊，乐宝，原来你是急着想登台呀你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你自己将在何时下台呢？反正不会是现在，更不会像你现在这么难看。不一定，乐宝，不一定。想当初和珅死的时候，我何尝不这么想？可是如今……好了，快让广大人给皇上谢个恩，送他上路吧。奴才广兴，谢皇上隆恩。
我今生不信，来世再伺候皇上。 德林啊，奴才在。你赶快去刑部大牢，若广兴还没有死，就让乐宝先罢手。广兴毕竟是跟随朕多年的老臣呢，朕还是放他一条生路吧。这个，皇上，乐大人前来复命了。 皇上，广兴已经上路了。上路之前，他还向皇上谢恩来着。朕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这。 万岁爷，怎么了？万岁爷，是不是很难过、后悔了？唉，就是一条狗，养了多年突然死了。 走，去御花园散散心去。这，万岁爷，御花园在那边。 娘娘要断发，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为什么这么做？ 前不久，我才知道，当年广兴为了讨好皇上，而把徐端逼走，徐端因此一生厄运，郁郁而终。而我20年来，竟活在一个骗局里。 如今大梦醒来，广兴已死，臣妾自。
自然应该是个槛外之人。你，广兴的所作所为，朕并不知情啊。朕也从来没有指使他那么做。皇上究竟知不知道，已经不是个重要的事儿了。现在臣妾只恳求皇上允许我出家为尼。瓜儿，这么多年了，朕对你一直恩宠有加，朕你是知道的，你怎么就忍心把我们的情分一刀两断呢？皇上，臣妾已经用了最大的容忍，活在这大清后宫。皇上，就把这些当作是一场梦吧。你休息了。从现在起，朕不许你迈出宫门半步。德林呢？奴才在。朕身边已经没有一个可信任的大臣了，安妃也要出家，你说朕现在是不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？回主子话，不是。皇上不是孤家寡人。朕呢，已经是孤家寡人了。嘉庆25年7月，心情烦闷的嘉庆皇帝为了出宫散心，率众大臣前往热河避暑山庄。父皇，随行的兵部官员刚刚发现，带来的兵部行印不见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也敢丢？他们还想不想要脑袋了？命他们必须尽快找到。若是到了热河还没找到，朕就要他们的脑袋。这。皇上，新任山东巡抚刘承哲奏报，山东安察使张无伟是个瘾君子，整天沉湎于鸦片，致使山东积案如山。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立刻革职查办呢。皇上，京城步军统领禀报，说又查获私运鸦片者，这其中竟包括宫中的太监。杀！以后凡有私运鸦片者，不管什么人，一经查实，格杀勿论。短短几年功夫啊，鸦片之害居然已经蔓延到了大清的各个角落，必须痛下决心禁绝鸦片了，否则大清啊，迟早会被鸦片拖垮。皇上圣明。Thank you.
启禀皇上，罪臣松云会在路旁求见的。松云在哪儿？那儿。却告诉他，朕不见。皇上，就不打算再见松云大人一面了？朕说过，此生不再见他，总不能出尔反尔吧？这臣恭请皇阿玛圣安。天公作美，皇阿玛，明天一定是个围猎的好天气。朕哪还有心思围猎呀？皇阿玛，您是出来散心的，烦心的事儿都暂且放一放吧。兵部行印找到了吗？回禀父皇，还没有。先把相关官员拘禁起来，听候发落。这。万岁爷，您歇会儿。皇上，刚刚收到奏报，河南、山东连降暴雨，致使黄河决口，是三个县被洪水淹没。朝廷为治河花上千万两银子呀，怎么还会这样？这无巧不成书啊，皇上。这刚好有御史弹劾吴敬，说他玩忽职守，是滥用治河款。立刻将吴敬交刑部查办，从严惩处。这。哎，皇上，皇上，怎么了？皇上，皇上，快去，快叫太医呀！哎，太医，皇上，没事吧？皇上。真是怎么了？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皇阿玛，您的龙体不大舒服，刚睡过一会儿。啊，朕想起来了，朕是晕过去了。好了，朕现在没事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绵宁，你留下。皇阿玛，绵宁，朕一直以来有好多话要对你说，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今天朕就好好跟你说说。儿臣愿听皇阿玛教诲。咱们大清啊，现在有三件最要紧的事儿，那就是吏治、水患、鸦片，这些你都清楚吗？这前两件事儿是多年的积弊，后一件呢，是近年来才滋长起来的。这
三件事当中，有一件事要是解决不好，大清就会被拖垮了呀。朕遇疾以来，便致力于解决头两件事，可是迄今为止收效甚微。朕心里不安呐。长久以来，因为朝中有广兴乱政，致使阿玛心愿难随啊。如今广兴已除，可是朕的身边却没有可用之人了。何世泰昏聩无能，乐宝心思难料，这两个人都不能委以重任呐。而最信任的两个人，现在却又不能起复重用。皇阿玛说的是松云和戴君元吧？为什么现在不能起复？这两个人啊，是朕亲自把他们从身边赶走的。现在朝中这几个人呢，又不肯替他们说话。朕总不能无缘无故的就把他们召回吧。出尔反尔，朕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皇上，皇上，传太医，太医，快进来！这皇上的意思是，两天，两个月，两年。皇上是说两江总督，两广总督。父皇是说那两位大臣吗？父皇要见他们。速传松云、戴君元前来见驾。见你。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臣戴君元，松云，叩见，叩见皇上。皇上，冤君子，朕不是好皇帝。不，皇上贤明仁厚，是个好皇上。大清就托付给你们了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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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皇上，公公，皇上宾天了！皇上宾天了！皇上！皇上！
1825年7月25日，嘉庆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，后被尊谥为仁宗睿皇帝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继承王位的人选，新皇一定有了安排。眼下应尽快的找到密荐储君的御笔手书，奉新皇继位。可刚才在行宫里找过了，没有找到先帝立储的御笔诏书啊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即刻派人赶回京城，到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后面去找。那要是在正大光明匾后找不到怎么办呢？那就向皇后请懿旨，让皇后拿主意。嗯，戴大人言之有理，我看这事儿就让何大人去办吧，我也陪何大人走一趟。那就请二位大人连夜动身吧。看一看，找一找，有没有啊？没有啊。何大人，那咱们就赶快请示皇后吧。好，快走。请娘娘节哀。究竟由谁来继承大统？大家都等着你拿个主意。本宫是想先听听你们俩的意思。何大人，还是您先说吧。娘娘，其实三阿哥和四阿哥都不错。况且又是娘娘所生，凡事儿总不会隔着一层。乐宝中堂，你的意思呢？启禀娘娘，臣没有什么主意，娘娘的主意就是臣的主意。不管娘娘立哪位阿哥，臣都会忠心拥护。你们的意思，本宫明白。本宫要好好想想。你们归案吧。谢娘娘。娘娘，以老夫之见，三阿哥希望最大，三阿哥做事有魄力，又还是师爷，寻得还委婉。这皇上的事儿了，皇上三阿哥为上，你们听不成吗？这得皇上听。你们，儿臣叩见过娘。起来吧，绵凯。你来找额娘有什么事吗？皇额娘，您的心思我最知道了。您不是要当这皇宫里的女主子吗？现在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皇额娘，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如果您选择了儿臣，儿臣以后万事都听您的吩咐，绝不让您失望。回吧，额娘心里有数。谢额娘，儿臣告退了。主子，主子，出大事了！从热河行宫到皇宫，都找不到万岁爷的御笔诏书。先帝早就看上皇次子绵宁，现在是让皇后娘娘来定，这可就难说了。
宫里的是是非非，我本不应该管。可这件事关乎着大清国，我绝不能袖手旁观。可主子，您又能怎么管呢？以死相见，儿臣叩见额娘。起吧。有什么事，免心？皇额娘，您平时最疼爱儿臣了，儿臣的心思您也最明白。如果这次皇额娘选中了儿臣，儿臣保证以后万事让皇额娘顺心。回吧，免心。额娘心里有数。谢皇额娘，儿臣告退。小妍子，奴才在。把宫门关上。本宫要好好想想事儿。谁也不要打扰我。这。诸位大人，都聚在这里干什么？惊了皇后娘娘的驾，可就不好了。都散了吧，啊，快散了吧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逼宫啊！你们这是犯上！快，都给我散了啊！贵妃娘娘驾到。叩见贵妃娘娘。请问贵妃娘娘为何驾临此地呀？本宫是来劝皇后按先帝的遗愿决定继位人选。皇后娘娘自有皇后娘娘的主意，贵妃娘娘恐怕左右不了。如果皇后不按照先帝的遗愿办，本宫以死相见。太听旨。臣在。本宫已经决定立皇次子至亲王绵宁为皇帝，继承皇位。臣遵旨。皇后圣明。皇后娘娘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。皇上这一走啊，姐姐是心里忽然觉着，以往和妹妹的那些过节
姐姐这心里啊，真是后悔了。往后妹妹要是留在宫中，还是真的要出家为尼，都由妹妹自己决定。姐姐都成全你，多谢娘娘成全。 改元道光，在这次王朝平稳过渡中，立下首功的当属孝和瑞皇后钮钴禄氏。她在大秦皇帝位极名誉且密兼爵侠没有找到的情况下，特发懿旨，命他人所生之子绵宁速登王位，避免了一场为夺王位而爆发的争斗。 声音咆哮，想你们想去吗？奔驰也成飞扬。